近日，日本人气女子组合乃木坂46成员白石麻衣与贝藤美彩携手出镜，拍摄杂志写着美图。照片中，两人身穿白色半袖，大袖相间美腿，好身材一览无余。白石麻衣与贝藤美彩半趴在水中，一脸诱惑地看着镜头。之后，两人站在水中，全黑的背景下，身穿白衣的两人显示出强烈对比的感觉。湿了的衣服和头发也让白石麻衣与贝藤美彩玩转了湿身诱惑。后来两人身穿黑色短衣短裤，转身看向镜头，性感爆棚。最后白石麻衣与贝藤美彩两人一个双手抱腿，一个躺在地上，让屏幕外的网友们真是舔屏停不下来啊。